花儿开得妖娆。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深情无以报，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天将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再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这沈家真的是多灾多难啊，两个儿子一个死一个进大牢，那还不是沈四海他自找的。他若不是一心想跟吴伟文争个长短，他两个儿子现在都还好好的。可他这两个儿子倒是给了我们机会。哎，老板，我一定要进去吗？我们现在这是在帮沈家。我虽说与月生兄只有数面之缘，可他的才干、胸襟都让我叹服。可惜啊，这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，吴家东院至今逍遥法外。这让月生兄在九泉之下如何安眠？沈老板，二少爷，吴聘的伤健已经痊愈了，二少爷总该回家了吧？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们要让二少爷在牢里死得不明不白才肯放人？不，你们沈家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，他们这么做难道是想要沈家绝后啊？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沈老板，千万不可。你说吴伟文他身后有靠山，你一介平民想要跟别人拼命绝对不能够。拼银子我拼不赢他，拼靠山我也拼不赢他，我就不信难道拼命我还拼不赢他吗？就算你拼命拼赢了，可到最后命没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吴伟文派你来当说客？你回去告诉吴伟文，我沈四海这辈子与他不共戴天。沈老板息怒，
我与吴蔚文没有丝毫瓜葛，我今天来纯属想要为你做点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不想替沈月笙报仇？想不想救出沈心怡？你有门路？没有门路，但我有靠山，一座足以撼动吴蔚文的靠山。杜老板，如果你能够救出沈心怡，为月笙报仇，我们沈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任何代价？虽然我们沈家没有万贯家产，但只要杜老板开口，沈某绝不还价。如果我要的不是银子呢？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沈老板，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份决心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告辞。杜老板，你打算如何着手？三日之内，沈心一定能回家。老师，请上座。学生赵白石叩见恩师。白石啊，不必拘礼，来坐。老师，那袋东西您可曾收到？我就是为那袋东西而来的。白石啊，办正事之前能不能先放了沈星仪？您可知道，那沈星仪是重伤吴聘的凶手，但是他至今没有招供啊。哎，那沈星仪从小到大没吃过苦，挨过打，现在不过是凭着一口闷气撑着不认。我已经将他关了数日，这口闷气已经差不多耗尽，我有把握，两三日之内定让他招供。白石啊，听我一句话。究竟是谁伤的吴聘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这吴聘虽说是行转痊愈，但这暴行可恶，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了凶手。再说，我到泾阳区区数月，两桩案子都成了悬案，那我这泾阳县令岂不是太无能了？我安排你到泾阳，难道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的县令？你既然一心想澄清吏治、重整国威，那你就应该想到，你的着力点不在泾阳，甚至不在陕西，而是整个朝政。请老师指教。沈星仪的去留关系到将来的大局，所以必须网开一面。好，你托人捎来的东西我已经请行家看过了，表面上看它是血结，其实呢它是染色的松香。那这么说，吴家东院的确在这军需膏药中做了假。虽然这个标签注明的是军需膏药的原料，但是这个袋子呢却是出自古月胡家。仅仅凭这一袋假血结仍然不足以证明吴家东院作假，但是我们可以以此为证据，向朝廷申请重新调查。对呀，只要朝廷派一个清廉的大臣，不愁找不到那吴蔚文作假的证据。白石啊，如果此案得以重启，你就立了大功了，我就可以向朝廷请功，绝不让你在县令的位置上再受委屈。没有，
老师，此话严重了。在今天，如果想做点实事，就得任劳任怨。要是我委屈，您不委屈，其他人不委屈。在我看来，只要是为国为民，无论在什么位置上，都不要计较。荣辱都能坦然，不愧是我的学生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老爷有令，你不能出去。我又出去在那儿溜达一圈，一圈，那就这儿几步，一步。哎呦，我求你们了，就让我出去走一会儿吧，我都快被闷死了。嘿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可是有功夫的，我要是动起手来，你们俩都不是我对手，闪开！少奶奶，你就体恤一下我们吧。你今天要是出去了，老爷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。少奶奶。你就别想着出去了，老老实实待着吧。不，我就不。周莹，你快下来吧，爬这么高危险。我不怕。就算你不怕，我怕，我担心啊。我闷。你，要是你觉得闷，我让一妹妹还有几个嫂子们过来陪你吧。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？我就不想被关在这儿，我要出去。啊，这样吧。如果你可以达到娘的要求，有一个大家少奶奶的样子，我就带你去晋阳城里逛一逛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练习一下。可以。那你快下来吧，快下来。小心，小心。慢点。哎呦！哇！你呀，真是吓死我了！不高，这还不高。静儿，娘一人再见不到你了，静儿。娘，你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静儿，你过来。慢点，小心。跪下，吴聘是不是你打的？爹，如果你真有本事，就该杀了吴聘，别让人怀疑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一定计划周全。下次？绝不许有下次！难道大哥就这么白白送命吗？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
难道你要我失去最后一个吗？ 月生报仇的事，我自有打算，你不要管了。可是爹，从今往后，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情，成为第二个沈月生。听说东院找了一个丫头成亲，她就活过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！ 是二少爷，听说这两天已经能上街到处转悠了。哎，这次算他走运。二少爷，要不然我们再干他一次。老爷现在不允许我再过问报酬的事儿了。那大少爷的仇就这么算了？ 绝不能。 沈老板，啊！哎，沈老板，这是干什么？杜老板神通广大，恩德无量，沈家上下感激不尽。哎呀，沈老板，您心情起。杜老板，神通广大的不是我，是我家贝勒爷。如果没有杜老板从中牵线。 星儿根本不能平安回来。哎，杜老板，这是我们家一点点心意，感谢贝勒爷对星姨的救命之恩。沈家还想请贝勒爷再次出手。 给月生报仇，沈老板，你真的想要为沈月生之死讨回公道？此仇不报，沈某枉为男人。 你若真想报仇，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谁？你。我。沈老板，你若想报仇成功，除了贝勒爷给你使力，关键之处还得靠你自己。只要能报仇。 要我做什么都行，可如果我要你无中生有、黑白颠倒呢？沈老板，如果你要跟吴卫文讲江湖道义，那我劝你早点死了这颗心。 吴卫文对我们沈家杀人栽赃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我怎么还会跟他讲江湖道义？杜先生，只要能够报仇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好。 那贝勒爷可以帮你。李刚想过没？一声都没响。哎哎哎，这个呢？头歪了。啊？啊？像不像少奶奶？像。少爷回来了。回来。
让他安静点，你让他安静，快坐下，快坐，快坐，你们俩弄下面，我整理一下，快弄下面，头发乱了没？头发。下去。夫君，你回来了，你辛苦了，我给你去沏茶。不用了。是。起来吧。屁股没摔疼吧？我明天继续练。算了，不用练了。不练？不练怎么能有少奶奶的样子？早听说李大人幕僚中有一位张先生，满腹经纶，志气百出。今天见到了本人，果然气宇轩昂，不同凡人啊。我也早就听说，在众多的皇子皇孙当中，太后独中贝勒爷，杜老板功不可没呀。今日得缘一见，也是我张某的荣幸。请坐。请。富康倒闭，胡雪岩被查，上上下下牵出那么多人，就是出自张先生手笔吧？贝勒爷安排杜老板在泾阳开商行，我想也不会是为了多赚那几两银子吧？沈心怡能够平安回家，还是多谢张先生斡旋。贝勒爷交办给我们的差事，我等肯定尽心尽力，不敢有半点懈怠。是啊，既然他们已经和贝勒爷达成共识，那你我二人可以经常互通有无了。上一次钦差到泾阳无功而返，导致的军需案不了了之，但是我听说贝勒爷和杜老板并不甘心，正在寻找翻案的机会。我也听说张先生找到了一样关键证据，正准备向朝廷申请重启此案。实不相瞒，我今日到访就是想跟杜老板商量怎么能够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，让吴伟文无法逃脱，让他的背后之人无所遁形。敢问张先生找到了什么证据？杜老板，您这儿发现了什么线索？你我虽然各为其主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咱们的利益是一致，不如开诚布公。张先生见地济世，为了表明我方的诚意，
这是钦差在到吴家东院的库房之前，吴伟文的管家杨之焕偷偷摸摸地把这袋东西从库房拿出来了，藏到了别处，碰巧让我的手下撞见了。原来如此。这个袋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，这是军需金疮膏药的原料血结，但是这袋子里边装的却是染色的松香。那吴卫文和左大人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唯一让我没有坐实的是，从这个袋子上可以看出来，这袋假血结出自古月药材行。那么是吴卫文作假，还是古月药材行的老板胡志存，亦或是两个人联手作假，这就得深查了。江先生，我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人，他能够证明军需作假全都是吴伟文一手主导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杜老板如此肯定。江先生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俩分工合作，泾阳这边的所有事宜交给我去审查，而朝廷的所有动向就交给张先生谋划。也好，以杜老板的身份在泾阳甚是方便，但是必须做到铁证如山。张先生请放心。那我就静候杜老板的佳音了。情况太突然，我根本来不及检查。还是什么都不吃。嗯，你去吧。哎，以后你就会知道，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。你还有道理？于情，你活活拆散了我和吴聘哥哥；于义，你辜负了你和吴叔十几年的交情；于理，你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。你就没想过，
爹我这样无情无义无礼，就没有什么原因吗？你不就是怕我当寡妇吗？我不仅是怕你当寡妇，我更怕你进了吴家东院，连命都保不住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咏梅，我跟你吴叔那是十几年的交情啊，他家有难，我没有理由不帮。别说舍银子，就算舍我这条命，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可是现在，这个事儿是要我把你舍出去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。可是你这样，会要了我的命啊！哪里就要了你的命啊？你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把吴聘跟吴家登院都忘了吧。我忘不了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。来，爹专门叫人给你熬的阿胶粥，趁热喝了吧。我吃不下。吃不下也得吃。你就算不为我，为你死去的娘，你也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啊！你娘死的时候，她眼巴巴地望着我，就是咽不下那口气。我知道她心里想说什么。我答应了你娘，一定好好待你，这辈子都不让你受委屈。你娘才算闭上眼。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娘她在九泉之下能安生吗？爹，我吃，我吃不就行了吗？沈心怡回家了，县衙既没说沈心怡是凶手，也没说她不是，反正稀里糊涂的就让她回家了。这个赵白石，我原本以为他心明如镜的，现在看起来也未能免俗啊。大哥，那赵白石既然不能主持公道，那就让我找几个手下的人去替有侄儿报仇。我就不信我们吴家会被沈四海欺负了。老三，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那我家吴聘平白无故被他们打，这口气大哥忍得下去，我忍不下去。这事儿牵扯到沈月笙的死，直到现在我都毫无头绪。那与其报仇，不如静观其变。不过，这以后凡是跟沈家沾边的生意，你们大家都小心一点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嗯嗯。还有胡家，如果还有未了的那些账，尽快把它了结。以后大家各走各路吧。知道了。知道。大哥，哎，三元典当行上一季的账已经出来了。这一季比上一季倒是增加了些许。大哥，孙掌柜这一季很是辛苦，天天在门上，一天家都没回。哦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老二，大哥，
今年的府部又涨了，你看要不要多进一点囤着？引部呢？哦，引部的价格还稳着呢。要囤就囤引部吧。啊？听我的。哦。大哥，最近我们中院土布作坊那边周转有些不灵，大哥能不能给我们支援一下？行，下去你跟何先生接洽。哎，何先生，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啊，没了，没了。哦，没的话，那今天就散了吧。嗯，好。不必，你等等。爹，头又晕了。是，不过已经缓过来了。吃那么多药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没事，慢慢来，反正又不是什么大病。可是眼下有件事情要你处理，我怕你撑不了啊。没问题的，爹您尽管说。好。哎，三元典当行的账目，可有什么问题？账目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可是这个利润，那个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。得利1852两。嗯。三元典当行从开业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这一直都是这个状况。哎，我听说西安富平、高陵那边的典当行，一季的利润得有18000两银子。你说他少个1200-800的，那还算正常。嗯。但这少个几千两，不觉得有问题吗？嗯。那二叔、三叔他们这件事怎么说呢？二叔他只占10%的股份，基本上他不会说什么。那至于你三叔，他只要有钱赚，他就开心了。赚这么少？所以啊，我要你暗中去查访一下，这三元典当行他生意萧条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嗯，行。啊，你查的时候小心点。这典当行一直都是你三叔在管。千万别让他察觉。我知道了。好，给你介绍个人。韩师傅。哎。这位韩师傅身手了得啊，以后如果出去的话，都让他跟着你。哦，那有劳韩师傅。这几本存储决策，你都看了吗？我都看了。好，我问你。天方的内容必须和哪一些是一致的？哦，天方，天方是，交管总部的，交管总部的来方。还有呢？还有。当然还有。对，是还有，还有就是，你不是都看过了吗？我是全都看了，就突然之间全都忘了。忘了就重新再看一遍。是。哎，撑好了，别动哈。掉下来一本，扣一个铜钱。啊。哎。我叫你看账，你在干嘛呀你？哎哎哎！爹，这些账本都是我们沈家的身家性命，你拿来玩儿？你拿来，我还指望着你能够撑起沈家，你这个样子，
真是败家呀你！爹，我真的看了，我看累了吗？所以我休息一会儿。这是怎么了？别走，星儿，你回来！娘，娘，回来！哎，你跟我大爷喜怒，星儿他真是用了功的，老爷。你还护着他？哎呀，你快放！你放开我呀！哎呀，老爷，哎，哎，哎。你这是何苦呀？星儿才坐了牢，又生了一场病，我怕你下手太狠，伤着他。他这么被拦，不打不成器呀。慢慢来嘛。我都五十多了，大半辈子都过去了，能慢慢来吗？星儿他会懂事的，你给他点时间。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。